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，新中国迎来75岁华诞。今天早上，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。下面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升旗仪式的盛况。我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齐唱国歌，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。此时此刻，我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，同时一股使命感油然而生。作为一名教育和科技工作者，我将用我的所学所悟回馈祖国，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。